十七世纪初，明朝东北边境危机重重，面对后金军队步步紧逼，明朝关外守军慌乱撤退，辽西一线唯有宁远城孑然仅存。宁远守将袁崇焕在凄凉无助中履行自己独卧孤城的诺言，以一万兵力大败后金十三万大军，取得了宁远大捷。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竖起了自己的旗帜，成为了崇祯皇帝心目中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在扫平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后，崇祯在第一时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面对皇上的恩宠，袁崇焕亲率许下五年收复辽东的诺言。袁崇焕给崇祯制造了垂死前的幻觉，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丝毫的后路。为了一己私利，袁崇焕擅自处死独当一面的辽东统帅毛文龙。不久，失去牵制的后金军队举兵深入，直逼京师。敌军兵临城下，震怒之中的崇祯下令罢免袁崇焕官职，将他打入南镇抚司监狱。在南镇抚司的每分每秒，袁崇焕都在为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困惑不解。终于在不知道等待了多少个昼夜后，袁崇焕听到了牢门打开的声音。袁崇焕做好了出狱的准备，他甚至已经想好，如果来人带来了圣旨，自己必然要再三叩拜，以感激皇上的英明。袁崇焕的幻想终究破灭了。来到狱中的官员没有带来释放袁崇焕的圣旨，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袁崇焕被收押待审后，他手下一员大将祖大寿弃守京师防线，率关宁军队返回山海关。就像当年熊廷弼的头颅全守九边，这个对这个边关将士的这个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一样，袁崇焕下狱也让他手下的将士们心灰意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手下的将领祖大寿率领军队撤了，就是不参加这个京城保卫战了，自己走了，不干了。京师危急，急需关宁军队保卫京师，唯有袁都师的手谕能够召回祖大寿。官员们一番劝说，字字句句十分在理，然而袁崇焕始终没有点头。他说这个祖大寿啊，过去是我的部下，他听我的话呢是因为我是他的上司，那么现在我已经被罢官了，我已经下狱了，我是朝廷钦犯，我已经不是他的上司了，那祖大寿凭什么还听我的呢？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冠冕堂皇的拒绝了朝廷希望他来劝说祖大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这个袁崇焕说的是冠冕堂皇，别人很难反驳，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也反映他内心里面的那种失落，那种愤怒，那种苦闷。袁崇焕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让皇上至今无法原谅。在黑牢里，他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
12月初一，崇祯皇帝在最后一次平台召对时所说的那一句话：你和皇太极之间到底有什么秘约？崇祯声色俱厉的逼问，让袁崇焕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和皇太极议和，那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缓兵之计。诛杀毛文龙所引发的后果远远超过了袁崇焕的预料。失去了毛文龙的牵制，金军开始蠢蠢欲动。不仅如此，毛文龙一死，他的部下纷纷叛变投靠后金，局势一时间难以控制。在毛文龙被处置以后，实际上前线的形势一变，一个主要的大将没有了。这时候呢，袁崇焕也知道他需要重新部署。他怎么样得到时间呢？一个办法就是和敌方议和，借议和之举争取宝贵的时间，是袁崇焕对形势做出清醒的判断。然而他采取的方法依旧是先斩后奏。那为什么私自去议和呢？他为什么不像得到皇帝的允许之后再去议和，不是更好吗？啊，一方面呢，是他觉得这个朝廷运作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一进入朝廷这个官僚体制当中，那么他的这个提议就会议而不决，决而不断的在议啊，什么时候能落实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落实下来以后呢，就可能错失良机了。他觉得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就是说他缺乏现实运作的能力，他在政治上过于幼稚，他认为自己认为对的就要去做，但是你做如果没有皇帝允许的话，那么将来可能全部都成为你的罪名。袁崇焕与皇太极私下和谈，自以为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他不曾料到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崇祯的耳朵里。为何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崇祯深感不悦。不久后，袁崇焕的又一个举动再次触碰了崇祯敏感的神经。这一年冬天，蒙古与后金发生严重的饥荒，饿殍遍野，人困马乏。当时由于小冰川气候的影响，东北饥荒已经成为常态。于是蒙古诸部向袁崇焕请求开跳互市。袁崇焕呢要卖粮食给蒙古人，他的用意呢就是想借机拉拢蒙古人，不要蒙古人跟这个后金联合。那面对这个袁崇焕的奏折呢，崇祯皇帝有一个批示，就是他没有驳袁崇焕的面子啊，觉得可以卖，但是这个卖要严格，就是说要按人卖粮，按人计算口粮啊，就保证他们这个蒙古人不被饿死啊，但是呢绝对不能多卖。崇祯下了严令，只准按照人口数量卖粮，正是为了避免蒙古部落买下粮食后转手去救济后金。不久之后，崇祯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在这样一个粮食欠收的年代，本应该绝对禁止粮食出口，可是袁崇焕却慷慨地把粮食卖掉，让大明帝国宝贵的粮食通过蒙古人大量外流到金人的手中。袁崇焕刚愎自用、不拘小节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在私自议和和卖粮这两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啊，实干家，他能够根据前线局势的变化做出很迅疾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他刚愎自用、我行我素、
不跟别人磨合，而且恰巧这个皇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特征注定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只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擅自议和，触犯朝廷大忌，私卖粮食，导致粮食流入后金，身陷牢狱之中的袁崇焕此时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在此前的所作所为给这项空洞的罪名添加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证据。皇上必然是听信了重伤自己的谗言，才会在平台之上不容辩解问出了那个问题，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面对皇上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这一次皇太极的用兵之举确实出其不意。一个月前，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避开袁崇焕苦心打造的山海关防线，绕到辽西，破长城喜风口而入，随即攻下遵化，直扑北京。京师告急，袁崇焕这才如梦初醒，从宁远昼夜兼程赶往北京。11月初9，袁崇焕抵达冀州。他比这个皇太极提前2天赶到冀州，他就是想把冀州作为京城之前的一个防线啊，站住这个位置，不让皇太极继续前进。他非常自信，他认为皇太极一定会攻击冀州，他要在这个地方啊跟这个皇太极的军队决一死战。袁崇焕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不幸的是他做出的是又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得知袁崇焕坐镇冀州后，皇太极避实击虚，趁夜绕过了冀州，直逼北京。宁远、锦州、冀州这些防线的不战而失，让袁崇焕一下子失了底气。此时的袁崇焕只想牢牢地抓住最后一点本钱，使自己不至于全盘皆输。对他来说，最后的筹码就是京师。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这是崇祯多日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困惑。皇太极率领军队避开冀州，直逼北京，整整5天，袁崇焕对敌军只追不击，一场仗也没打。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袁崇焕究竟是要干什么？所以谣传就开始出现了，是袁崇焕把敌人引到京城城下，本来关外很多的地方可以守而不守，可以阻截而不阻截，他跟在敌人的身后，哪有一个前方阻挡敌人反而在敌人身后跟随的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蹊跷而引起别人怀疑的这样一个战术。对皇太极一路只追不击，袁崇焕的确别有用心，坚持不在北京城外围作战，而是诱敌深入，是因为他决定拿出对付金军最有效的办法，主守后战。8年前，在和熊廷弼的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对后金主守后战的作战原则，也正是秉持着两人相同的战略方针，袁崇焕在10万大军的冲击下守住了宁远孤城。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皇太极的军队在野外交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军，恐怕也难以占上风。要彻底击败金军，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毫无疑问，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袁崇焕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计划以京师作为依托，痛击后金军队。袁崇焕坚信，抵达京师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袁崇焕的计划无懈可击，堪称完美。但是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袁崇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漏洞。这里不是宁远，不是锦州，而是住着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北京。袁崇焕认为他自己进行京城保卫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策略，但是皇帝恰恰不这么想。你当年这个袁崇焕，你说五年复辽啊，跨下那样的海口，现在几年刚过去，三年刚过去，复辽遥遥无期。不但没有复辽，人家皇太极已经打到我们京师城下了，这个有点让这个崇祯皇帝有点受不了了，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底线再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作战方案了。不让敌军打进首都，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的底线能比这更低了。然而袁崇焕偏偏要自己做主，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拉开了京师保卫战的序幕，让宫殿里的崇祯心惊胆战。11月23日，袁崇焕抵达北京的第六天，皇帝下诏在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墨迹未干，首都转眼就成了战场。崇祯气恼之余，还多了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深知处境不妙，袁崇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表示谢罪之心，他特意脱掉了官服，换上了青衣。当袁崇焕步履沉重地走上宫殿的台阶，他看见皇帝迎风站在台阶上，脸上没有丝毫异常的表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仿佛是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见到袁崇焕后，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他脱下自己的貂裘大衣披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被关押在南镇抚司的这些日子里，袁崇焕不止一次想起这个瞬间。当带有皇帝体温的貂裘大衣披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感到血脉奔张，他突然有种流泪的冲动。一年了，寸土未复，自己冲动之下诛杀了牵制金人的毛文龙，引来了皇太极10万大军直逼京师。皇上没有一句怪罪的话，作为臣子，此事除了感恩戴德，袁崇焕只能下定决心要为皇上流尽生命中最后一滴血。
事实上，当崇祯把貂裘大衣披在袁崇焕身上的那一瞬间，有无数的疑问纠缠着他。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京师？大敌当前，你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皇太极之间究竟有什么密约？崇祯多么想把这些问题统统抛出来，让袁崇焕一一回答。然而，最终他什么也没问。皇太极的十万大军还在北京城外，自己还需要用这件名贵的衣服换来难以计算的回报，那就是袁崇焕的赴汤蹈火。崇祯对自己有着非凡的忍耐力感到惊讶，他没想到接下来袁崇焕的表现更令他震惊。袁崇焕面对崇祯皇帝，面对着满朝的大臣们，他就极力的夸张后金军队的强大。他甚至放言说，这个东人啊，就是后金的部队啊，皇太极啊，他们到这儿来是做皇帝的，他们已经算好了哪天要登基当皇帝。作为一个明朝的大臣，作为一个担负着边疆守卫的这一个封疆大吏，在皇帝面前说敌方要来到京城做皇帝，是威胁皇上吗？在袁崇焕自己看来，说敌人很强，他们的力量很大，我没办法，我今天这个处境。可是在崇祯皇帝听来，这带有威胁性啊。难道袁崇焕你是给敌人来献计议和吗？你是给敌人做说客吗？袁崇焕自以为聪明，能把皇上给蒙蔽过去。袁崇焕没有想到，本已对他起了疑心的崇祯，从这话里听出了蹊跷。如果不是袁崇焕和金人有密约，他又怎么能知道皇太极要在这金銮殿里登基？此时，崇祯终于恍然大悟。最不可理解的，袁崇焕尾随皇太极的部队来到京城，他并没有马上跟敌人交战，而是提出要进城休整。什么意思？打开城门让敌人进来吗？可是袁崇焕呢，不这样想。他想，不久前满贵比自己地位很低的这样一个将领，他在京城之外作战，因为战事疲劳都被收进瓮城当中休整，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将，我的军队不能进城休整呢？其实军队边军来到京城，这就是一个大忌。那么边军如果进到京城，更是一个大忌。袁崇焕又一次犯了大忌。崇祯拒绝了袁崇焕率兵进城休整的请求，这一次平台照对就这样看似平静的结束了。对于崇祯来说，他已经从无数的疑惑中解脱，得到了自己的答案。擅自议和，与皇太极秘密勾结，通过边界贸易将粮食转卖给金人，杀死毛文龙，为金军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袁崇焕的行迹不仅处处可疑，而且环环相扣。后金军队南下后，他又放弃外围抵抗，直接退至京师，
怪京城里袁崇焕通敌谋叛的传闻甚嚣尘上。这一天，崇祯下了最后的决断，袁崇焕不可再用，但除掉此人还尚待时日。11月27日，袁崇焕在京师左安门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4天前，皇帝披在他身上的貂裘大衣已经换成了厚重的铠甲。他知道皇帝给予自己的所有信任与关怀，在此时此刻需要最富有诚意的回馈。袁崇焕列队于城外，因为不能入城，他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城墙，在凛冽的寒风中，袁崇焕面对着皇太极和10万大军，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最后一战。袁崇焕和他的关宁铁骑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人墙抵挡住了进攻。5个小时的激战，金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胜利告终。左安门大战胜利3天后，崇祯再次传令召见袁崇焕。召见的理由是发放军饷。此时袁崇焕和他的军队依然被拒之城外，没有人为他打开城门。迫于无奈，袁崇焕不得不从城下坐着吊篮入城。堂堂大明王朝的统帅以这种方式入城觐见皇上，危险的信号此时已经隐现，但袁崇焕浑然不觉。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袁崇焕第三次见到了崇祯。第一次来，袁崇焕说出了5年平辽的誓言，崇祯赐给了他尚方宝剑。第二次来，兵临城下，崇祯亲自为袁崇焕披上了大衣。第三次来，8天前还满怀深情厚谊的皇帝，转眼间露出了凶恶的毒牙。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你和皇太极究竟有何密约？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崇祯终于问出了很久前就想问的问题。袁崇焕的沉默激怒了崇祯，他更加确信眼前这位自己最为看重的忠臣默认了一切罪行。震怒中的崇祯下令锦衣卫脱去袁崇焕的官服，将他打入南镇抚司监狱。如果在左安门一战中战死，会不会是人生最完美的归宿？在黑暗狭小的牢房里，袁崇焕不止一次这么问过自己。为了能再见到皇上，袁崇焕终于下定决心写一封书信给带兵出走的祖大寿。
他请求这位将自己视为恩人的部下带兵返回京师杀敌立功，为自己赎得一次辩白的机会。那么主大寿在接到袁崇焕的书信以后呢，果然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啊返回了京城。那么在京城外围呢，跟后金部队英勇作战，收服了很多的失地。这皇太极啊已经受到了一定挫伤之后，他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他觉得怕被断了后路，很不安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就带着他的军队撤军了。胜利的消息传到狱中，袁崇焕老泪纵横，他的一生千回百转，多少次绝境他从未落泪。然而听到祖大寿和关宁铁军为赎回自己的性命奋勇杀敌之时，袁崇焕流下了眼泪。皇太极撤走了，京师保住了，一切灾难都过去了。袁崇焕猜中了开始，却没猜中结局。即使危机已过，崇祯对于袁崇焕的怨怒却没有消失。京师之危化险为夷，帝国的统治却也摇摇欲坠。崇祯当然要惩治元凶，这个责任人非袁崇焕莫属。一方面是袁崇焕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另一方面崇祯在对待袁崇焕的一些错误的问题上，他采取的策略也是有所失误的啊。一个呢是在卖粮的问题上，崇祯明明知道有可能这些粮食落到后金人的手里面，但是呢他没有驳袁崇焕的面子，而只是加以限制，他就说必须按人口来供给粮食，不能多给粮食。他这道上谕发到这个袁崇焕手里之后，实际上也把这个弹性给了袁崇焕，等于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袁崇焕的刚愎自用和自以为是。另外呢，就是在杀毛文龙这个问题上，皇帝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呢他觉得人已经死了，现在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也挽回不了了，他没有及时的去惩戒这个袁崇焕。崇祯的纵容鼓励了袁崇焕的冒险，放大了他刚愎自用的缺点。然而一旦失败，这些就全部成了袁崇焕的罪过。一个爱惜英雄的皇帝与一个忠心报国的英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互补，相反却强化了各自的性格缺陷，层层推演，彼此互动，陷入恶性循环而不可救药。祖大寿的军功并没能拯救袁崇焕，但是却延迟了崇祯皇帝处理袁崇焕的这样的一个期限。那么12月1日平台召队将这个袁崇焕下狱，那么这个中间有9个月的时间，9个月的时间很长，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崇祯皇帝他没有想好怎么去处理袁崇焕。在崇祯没有想好之前，袁崇焕只能继续等待，等待着皇上给自己一次辩白的机会。开放女士是为了拉拢蒙古人，避免他与金人联手对付大明。与皇太极议和是为了争取时间备战，退守京师是为了诱敌深入，痛击敌军。至于自己在金銮殿上放言金人要来此做皇帝，是要提醒满朝文武敌势强劲，应力促议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朝廷的利益出发，只要能说出这一切，皇上一定能够原谅自己的失误。
在明朝党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呢，袁崇焕再次成为很多官员的靶心，很多人是落井下石，欲除之而后快，一份更加厉害的诏书出现了。这个奏折说什么呢？是说这个袁崇焕跟这个朝臣内阁大臣乾隆熙秘密勾结，他曾经行贿乾隆熙，而且呢这个弹劾的奏折呢惟妙惟肖，贿赂的两万这个银两放在什么地方都说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呢是捅住了这个崇祯皇帝的死穴，内阁的大臣就是重要的这个朝臣跟边疆的将领之间勾结是一个大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要谋反。这些上书字字见血，比皇太极的反间计要毒辣得多。袁崇焕即便躲得过皇太极的反间计，也躲不过这些明枪暗箭。他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在证明那些如山的参劾奏书中的指控。袁崇焕越是努力，就在黑洞中越陷越深。崇祯把自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压在袁崇焕一个人的身上，怎能不输？而对于袁崇焕来说，一双双幕后黑手兴风作浪，皇上赌输了一切，他又怎能不死？在袁崇焕被关押九个月后，崇祯再度驾临紫禁城平台。在这里，崇祯做出了凌迟处死袁崇焕的决定。紫禁城的平台仿佛是袁崇焕人生的坐标，记录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由荣到衰，从生到死。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深宫雪夜上演俯生烛影，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触摸历史细节，层层剥茧抽丝。处决的诏令到达南镇抚司监狱，罪名没有出乎袁崇焕的意料：通鲁谋叛，擅主合议，专录大帅。这正是皇上在平台上质问他的三个问题。唯一让袁崇焕没有想到的是，处决的方式是最为残酷的刑罚——凌迟。凌迟就是我们平时口头上说的千刀万剐，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酷刑。那么凌迟的刀数是多少呢？千刀万剐，一刀一刀的把这个犯人身上的肉给割尽，而且呢在这个割的过程中呢，不能让犯人死去，然后最后才死。此时的袁崇焕终于明白，皇上对他的仇恨已经到了极点，仅仅杀死他已难以消解心头之恨，他必须死得痛苦，死得难看，皇上才会稍稍释然。这一刻，袁崇焕突然想起了九年前惨死的熊廷弼，
想起了当时在关外亲眼看到熊廷弼的首级挂在风中，自己跪倒在城门口为这位冤死的忠臣失声痛哭。原来命运的安排没有例外。霜风凄紧的农历八月，北京城的深秋一片肃杀，袁崇焕被押赴刑场处决。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直到最后一刻，袁崇焕也没有明白自己的人生为何会是这样的结局。行刑者的刀片以无比细腻的刀法一寸一寸地割去袁崇焕的血肉，长城上所有的将士在万里之外注视着这一幕。当刽子手的刀刃刺向袁崇焕的胸膛，长城感到了一阵痉挛，屠刀带给了袁崇焕肉体上巨大的痛楚，但他至死不出一声，因为他的心已死。袁崇焕被割多少刀，史料没有记载，或者说不忍记载。但根据明朝的凌迟风格，应在3000刀以上。这就是袁崇焕出生入死为国效忠所得到的全部奖赏。把这个袁崇焕凌迟以后，崇祯仍然觉得没解心头之恨，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凌迟割下来的袁崇焕的肉标价卖给这个京城的市民。当时北京的市民因为受到那种舆论的误导，也非常的痛恨袁崇焕，所以呢形成了这个市民争购这个袁崇焕的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都觉得自己吃一块袁崇焕的肉可以解心头之恨。耐人寻味的是，袁崇焕死后，崇祯心头之恨并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袁崇焕误朕变成了诸臣误朕，一切都是他人之过，而自己永远正确。14年后，当京师被李自成大军包围之时，崇祯举起了屠刀，把宫廷变成一片血海，最终无人可杀了。他只好在绝望之际跑上眉山，将一袭白练抛在树杈上，自己杀死了自己。直到那时，人们才隐约记起曾经有一个叫做袁崇焕的将军在行刑台上最后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袁崇焕的希望最终落空了。在他死后，帝国英雄如走马灯般轮番出场，只是这个王朝再也找不出像样的忠臣了，他们的心凉了。
血也凉了。袁崇焕死后14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剃发降清。在他看来，随着一个个忠臣良将在帝国绞肉机的碾压中发出凄厉嚎叫，大明王朝所标榜的那一套君臣忠孝伦理早已经破产。吴三桂终于低下了他桀骜不驯的头颅，任缕缕长发随风飘落，山海关的东门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清军如潮水般涌了进来。摇曳的烛火，兄弟二人纠缠的身影，玉斧戳地的响声，皇宫深夜上演的离奇一幕，迷雾重重。宋太祖离奇暴毙，赵光义仓促登基，夺位之书流言四起。神秘的金贵意外出现，揭开斧生烛影千年悬案的惊天秘密。